常不错哦，刚才唱听了他唱了一首。所以暂时将你眼睛闭了起来，可以慢慢滑进我的心怀。平静脸孔凭着缤纷色彩，让人在台湾这边也见过不少街头的这个艺人歌手，比较少见到又长得高大又长得帅又唱得好的，一般就是歌唱得好但不一定长得帅。今天晚上终于遇到一位了，给大家一个镜镜头看一下。你给的爱，无助的等待，有不少观众会看。我一个人走，想听见你的挽留。春风秋雨飘飘落落，只为寂寞。你给的真的没有想到，在台湾这边一个小县城里面，居然有这么丰富的文化活动。而且这里的环境做得很不错，听说以前这里是仓库，这仓库把它现在改成这么有味道的一个文化娱乐的场所，就是铁花新聚落，铁花村。有很多很多的小商品，很精美，哇，这好香的香木。越来围观的群众越来越多了，这是他这位歌手最后一首歌。唱得很不错哦，是不是？争取时间，因为现在快到要关门的时候了，快到要。